着咪凳，夹着咪凳来，夹着咪凳，站起来，夹着咪凳，请站起来。蚂蚁巴斯巴拉爱伊尼杜卡库来，蚂蚁巴斯巴拉爱伊尼杜卡库，爱伊尼杜卡米，卡马罗，请坐，卡马罗，嘿，嘿，来，来，来，拍手，快点，快点。吉玛吉手，吉玛吉手，大声一点，吉玛吉手。从事幼教多年，都在阿美族部落的国小附设幼稚园中任职。一路走来，我们会发现阿美族的孩子对于舞蹈、体能、自然环境的敏感度非常的高。想必是他们生长在部落里，他的生活被自然风光、虫鸣鸟叫、溪水潺潺声所围绕，他的天性就是这样，对于动态刺激的敏感度接受很大。如果你把这群孩子坐在教室里看课本、听老师讲解，是很难抓住他们的注意力还有他们的学习兴趣。对了，好棒啊。地地地地榕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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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地地地。好了，还有它的茎哈，它的那个杆子可以做什么呢？一根一根的哈，可以编起来，可以做墙壁啦，还有那个床哈。阿美文化中年龄阶层制度非常有深意，要在自然环境中取得生活所需，建立部落和延续部落，如何能够各司其职、团结合作来获取所需的生活资源，就是一个课题。原住民学生的生长环境、个性，还有他们生活经验，都与汉人有所差异，因此汉人的教学课程并不适用于原住民学生。他们的生活经验来自于大自然，和大自然最直接的互动就是他们最好的课程。我们从这里来反思，我们的课程应该从他们的生活经验出发，才能实际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问题。沉浸式主语学习就是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孩子的学习，为他们铺上学习的轨道，这是这一辈人应该做的事。对于水莲国小附设幼儿园而言，有个原样幼儿家校水莲的愿景，在过去十年里面累积了不少养分，但是也逐渐成型。而园内目前的课程教学方向有一般的音乐学习、阿美族舞蹈的表演，除此之外更有社区部落家长和吉赖猎人学校配合，使我们的幼神不断浸润在阿美族的文化里面，并且透过三位一体的方式来学习阿美族语。自103年度每周一次、每次一小时的族语学习活动，还有我们的厨工陈桂丽小姐也是我们本地阿美族人，平常跟小朋友的互动频繁，而且关系良好。第三个是我们本园的教保员陈新儒老师，虽然他是汉人，但是他更是通过了阿美族初级认证，会使用部分的族语跟小朋友沟通。我们国小部也从109年度在晚上开设了族语学习的课程，部分幼儿园的小朋友也会到教室里面听讲。我想，程序过去，展望110年，水莲幼儿园族语学习与文化浸润，如同箭在弦上，只欠东风。一旦族语教保员的到来，会使得我们110学年度正式核定沉浸式族语教学幼儿园，让我们的原样幼儿家校水莲的目标正式启动。